政府向合資格市民發放10,000元現金巨額，今日起會接受申請。多間銀行同埋郵局開門收表，市民亦都可以網上登記，最快下個月嘅8日收到錢。政府派10,000元現金嘅計劃，朝早開始申請。為了方便市民交表，全港大約1,000間銀行分行星期日亦都加開服務。迷觀塘不少市民一早去到銀行排隊，門口出現人龍，銀行派人協助，有人來到才填表。但是你這裡寫錯了，這裡改回去，這裡要是改回去。經銀行登記的市民下個月20日開始會收到錢，有什麼打算呢？吃餐豐富一點，吃什麼？想著吃龍蝦，是吧？吃龍蝦啦。他剛才呢見到粒金，他又想拿10,000元呢再補一些錢，不用補的，那個8,000元買到了，這樣就買了，好嗎？已經洗了是的，已經 Visa 洗了，之後還卡數。如果想快點收到錢，可以透過網上登記，10,000元最快下個月8日就到手。通過電子渠道咧係比較方便啦，同埋比較快收到錢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特別咧喺我哋所有分行咧都有一個數碼大使。其實可能你係想用電子渠道，但係你唔識喎。咁或者你本身拎咗個實體表格入嚟，我哋職場都有同事教你啦。我哋試過經銀行網站登記，只係需要選擇收款嘅户口同埋輸入電話號碼等嘅資料，唔使1分鐘就完成。市民亦都可以選擇去到郵局登記，一般喺登記之後2星期就會獲發支票。無線電視記者梁卓欣報道。